Hello，大家好，刺猬，今天咱们要去深山中拜访一位神秘的真大佬，跟我一起，咱走着。今天我们去拜访的这位老哥呀，70多了，姓沈，我们都叫他沈师傅。这哥们儿啊，就喜欢表，据说啊，家里有1000多块表。今天我们为什么去找他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群里头呢，有一位玩表的哥们儿，他手上呢有一块非常老的机械表，好几十年了，这块表呢已经坏了。但是呢，这只表对他来说呢非常有纪念意义，因为呢是他母亲留给他的。他呢尝试去过很多修表的地方，包括这个官方呢他也去过，人家呢就仨字儿，不给修。可能呢是因为这个表啊太老了，也可能呢是因为没有配件。然后这事儿呢就让我们这位沈师傅知道了。沈师傅说拿来让我看看。哎，这块表呢就到了我们这个沈师傅手里头。前两天呢就来电话了，告诉说这表啊修好了。所以今儿呢咱们就去取这块表，顺便呢跟这位沈师傅聊聊天。这咱就到了啊，听那拉小提琴呢，这要搁以前不是一小资就是一大文青。沈师傅来了。来了来了、哦、练琴呢您这没事玩玩呗。朋友那个表啊好了检查了一下啊，嗯，修好了修好了，嘿，走正常走没问题。哎呦真好。哎呦呵，您这把表蒙子换了。嘿，换了个蒙子，走着呢，看看，起死回生了。这是您的工作台是吗？哎，来给我们讲讲吧，您这都是什么东西？我这都没见过。说的，我就是瞎玩，生耳，这是生耳，螺丝，超声波清洗机，这是机械表专用的东西。盘油丝，你没有镊子，没有好镊子不行啊。没事，您这手艺在这儿呢，这工具能干活就行。买瑞士的呀，一把镊子1-200。沈师傅，听说您有上千块机械表是吗？嗯，您在这儿没数过，这反正这儿有几百块。哎呦，几百块，您能拿我们看看吗？那没问题啊。嚯，这么搁的呀？这个我打开看看。哎呦，这里也是这么搁的。那我问您一下，这些表在您的所有的这个藏表里头占到比例是多少啊？1/4。1/4，好吧。这我玩表啊，多价格太高了，咱弄不起啊。咱就弄呢普通的，当然也有几块呢中档的表。您这可不普通，您这我都没见过。这几块表呢，我是在网上，嗯，无意间发现的。物以稀为贵啊，没见过。嗯，买来之后呢，这表都有问题，我也费了好大劲。现在呢，这五块表呢都在这个正常误差范围，这个呢就留着也是个念想。这挺有意思的，您给我们讲讲这个。这是机械表吗？这是机械的，机械数字，机械数字。哎，这个比较少见。它这机芯比那个是真的要复杂吗？谈不上，它就是结构上的东西，结构不一样。哎，嗯，原理是一样。这表现在也已经修好了。这表修好了，哦，我也挺费劲的修的。嗯，但是机械部分呢并不复杂。嗯嗯，轮齿之间呢没有什么新鲜的，就是这个数字盘怎么能让这个调校要调校准了，哎，放在那个位置是恰到好处。对对对对，才行。那走着走着它就乱套了。哎，所以说呢。这个表呢它有一点纪念意义，嗯，好玩啊，这要带出去就挺有意思的。哎，嗯，感觉是那种复古的现代感。您这个修表，那您帮我们说说这个，就是这块我们，哦，哥们儿的这个这块这个海鸥，哎，啊，您在修的时候它有什么技术上的难点？因为这块坤表呢当然很旧了。这是哪年的表？这有到现在得有40多年。哦，40年。这块表这比卡西欧，这比吉绍克的这个，哎，我开盖之后呢我一看呢表摆，嗯，正常，嗯，油丝也没乱动过，嗯，哎，我想这个难度不大。装完一调校，发现问题了，正面，嗯，调好了，一翻过来，嗯，只要一翻过来，那这误差就大了。结构上没有问题，轮齿之间没有问题，嗯，灵敏度也够，嗯，就一翻过来就不行。我觉得它可能呢是这个同心度不够，换了一个插夹板，马上就不一样，马上就好了，哎，嗯。就说明原来的插夹板呢，你比如哪个螺丝啊拧得过紧，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属也可以压缩，哎，你时间长拧紧了歪了，嗯，偏斜，嗯，这个你眼睛看不出来，除了上仪器能测，卡尺你都量不出来，嗯，等于就是一个件它变形了。对，换完之后，嗯，哎，把这个毛病呢算根除了。嗯，你要说能达到出厂的那种精度，嗯，不可能，毕竟它运转了有40多年了。对，那你要说能达到出厂的那种精度，那除了你主夹板要换，嗯，是吧？其他夹板都换，嗯，那就没意思了。对，毕竟这个东西呢，几十年呢，它是个念想。老人呢，戴了几十年的呢，他是个很亲爱的东西，对，是吧？他
他就想着留下来留给后人，对，作为一个纪念，对，是一个象征。是这个表可能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呢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对我这位朋友来说呢他是一个念想，如果没有修好的话呢其实这总是一个结，修好之后呢这个心结呢就打开了。再次对您表示感谢。好，最后祝您身体健康。别客气，然后我们哥们儿以后有更多的坏的表都找你修。 好没问题。好嘞，行，那咱跟屏幕前的朋友说拜拜吧。好，拜拜拜拜。